One, pop！ 看一下我们的自动阶段的比赛，红队联盟拿到了一个，蓝队联盟也拿到了一个。好，现在是我们的手动阶段的比赛，看一下手动阶段各队的表现。我们的红队的6991没有动，我们队的6827在输送能量块，我们队的551在夺取，哇哦，蓝队的6386也在夺取，恰恰没了所有权。现在是蓝队3-2，蓝队的6487在吸纳能量块7001和6386，哇哦，红队的551并没有把它放到。看一下红队的6827成功的巩固了所有权。再看一下我们的红队的551放置了两个能量块夺得的敲下板的所有权。看一下我们的蓝队的7001把所有的能量块放到自己的区域里面。看这边的红队，红队的6827在吸纳能量块，蓝队的6386和红队的551在夺取跷跷板的所有权。他们两个同时放弃了一个，哇哦，可惜没有放上。他们蓝队的6487在吸纳能量块，红队的6827也在放置能量块。再看到551红队和蓝队的6386，好，红队再次使跷跷板平衡。再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蓝队的6487在吸纳能量块，701在投入能量块。看一下我们的红队的6827在放置能量块。看一下红队的551和6386，551。哇哦，6386可惜没有投放成功。最后的20秒，看一下各队的表现。首先是红队的551开始爬升，有蓝队的6386，看一下资格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的得分。